你为着救阮爸，家己要甲规身躯全烧。迄个时阵，你连爱拢无爱一声，干那烦恼阮爸的状况。我今麦才发现，原来你的工作这么大。雨飞，你哪哭了？你免烦恼我啦，你看我这里用，对不？受这淡薄伤无代志啊，无要紧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救阮爸。但是你无做伙斗阵去，无得靠阮爸今麦人搁伫咧山脚下骹。但是搁靠我，一定会死完，失去性命。雨飞，你莫搁哭啦！我实在，李雨飞是咧甲我对拍，去互拍倒，嘛绝对袂认输的。如今也是你的爸爸，伊一定甲你同款，袂遮尔简单去互拍倒。所以，咱做伙相信伊，好无？阿强受伤，拄只护士咧替伊处理工作。阿强，我有听讲是你家姐啊，硬挨起来，有人过真正无同款，很超好，人如其名，阿强真正强，真正猛。对不对？是啊，真正着讲阿强足强对无？伊要看唔着人，阿强唔呐做人体贴，即届阁是招啊救命稳定的。当初咱家熟识，就是对的。玉飞啊，把恁爸即马状况安那？伊即马阁伫咧急救。啊，咱紧来去看伊。拄则伫咧病院，我感觉。你看到雨飞，甲迄个叫阿强的咱做伙，敢若足艰苦的呢？敢要甲爸讲一下？爸，这米啊不是游戏，是鱼的鸦片。我来告别，告别一段，敢若存在伫我脑海中的爱情。这段爱情就参照这段影片同款，虚幻不真实。你不要等伊啊！我无资格等啊，因为我咧等的过程中，我介意着抱着我身躯边的迄个查某囡仔，不过。白虎啊，伊即摆身躯边已经有护花使者啊！你是讲雨飞？是啊，所以即摆我要把我对伊的感情拢关起来，伺候好势。我袂当阁予我对伊的感情去阻碍伊得到幸福。放手啊，不是真简单的代志呢。明明就爱甲真亲啊，搁假做不要无紧。看到伊甲别人做伙，搁要强颜欢笑啊。有时阵笑着笑着就哭了。这种艰苦，爸爸少年的时阵也经历过。不过后来，你干妈嘛是真好啊，这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啦。我真欣赏你。以后你会拄到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
然后全世界都会欣赏你哦。我唔敢想啦。哇！你从啥搞偷袭呀？行行行，咱来拍球去。啊，今麦半暝啊呢？嘿，惠弟，你嘛无得困啊？好，老家官，啊，靠路边啦，行啦。卖山寨货的人是你，凭什么要问林素？就是啊，你真正比不出新高度呢。李小弟啊，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啊，比输人就用抢的，就用骂的啊。哦，原来恁李家家教是安尼，啊？阮李家的家教安怎？想无我的囡仔吼，拢嘛知影什么叫做礼义廉耻啊？阿恁呢？你敢知影礼义廉耻安怎写啊？你敢知影上场如战场？不管你手段偌粗残，过程偌激烈，无人会要紧，因为大家干来看最后的输赢，最后的结果。无唔对，看阮女儿跳舞热销，恁就目空吃，马上就差你要跟阮比赛，好啊？为了要让恁输到身后口火，我嘛同意啊！啊，即马恁挑战重缺，我替你找一个台阶下。你嘛有话讲？我已经好人做到底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上宫挑战者重缺，我来。你，对，就是我。就算阮百分袂不签，还阁有阿弟的牛奶跳舞是为了做的料理。除了伊以外，我是食上济、上了解这个口味的人。我代替伊，有啥物问题？李静柔啊，你是不是应该对子婷给我一声表舅妈？I'm sorry， 表舅妈，是讲你个肯定会糟蹋。阮请的是米其林三星主厨呢。你唔通想袂开哦！你若是跳出来打，你唔惊伫遮尼侪人面头前，啥物摆面子啊？而且你心当袂记哦，你即卖身上拍的唔敢是普星牧场的扛棒，你心当连万的面子都下了了。这轮袂到恁烦恼，应该烦恼的人是恁啊！阮大姐食牛奶跳舞食二十几年啊，食到拢有当出师啊，非得即卖用嘴讲的拢是假的啦。就是讲啊，我袂叫记者来，嘛袂逼恁放弃比赛，因为只有真正的输赢，才会当让恁输到心服口服。张家良，你有看到无？这就是阮李家的家教。就算讲面对你这款卑鄙小人，阮嘛是用正当的方式去赢。这届吼，阮特别让全台湾的民众来替阮做见证。牛奶跳舞才是阮普星牧场的独门秘方，别无分号。不是啊，啊！恁讲啊，嘴甲传播，啊，是有影是无影？啊，惠弟，阁有两天的时间，会当予你后悔。啊，若是后悔呢，就甲阮讲。惠弟啊，咱是 family， 阮绝对会帮恁耍啦，啊！无可能有迄款代志。好，既然恁这么坚持，那咱就比赛去。到时阵，我会邀请三个评审，希望王太太你的作品评审会满意。三个评审拢是恁请的，安尼敢有可能会公平？就是啊，评审内定，那安尼比赛的输赢是不是嘛要内定？即马是当作恁意带上大，无把万代坑在眼内哦。对哦，恁普信牧场背后的大头家是万代啊，啊是安怎金牛只有即马拢因大赢啊？万代阁无派人去关心，敢是讲即摆万代已经煞咧等啊，无心情关心恁啊。严胜元，你唔免伫遐塞人，人饭档啊阁有高总，第一时间就来斗三工啊啦。无参像你这款卑鄙小人吼，找到机会就来冲空啦。妈，唔免甲伊讲遮有诶无诶，非得评审的部分人们有讲过，伊会找时间甲伊代讨论，无可能由在因决定虾米人来当评审。有听到啊吼，你把阮普星牧场当作是软土，软土嘛是有拍打的时阵啊。阮袂安尼，互恁欺负，互恁糟蹋。
两天，两天了后吼，这个公道阮就会讨到转来。好，我自信上好，安尼比赛搁较刺激，搁较好看，你讲对无？那你就两天以后定生死哦，嗯？我希望你生死会当早日康复。连长。走就好走啊！哎，七龙，七龙，你是安怎那样冷啊？来来，爹，添一杯水。你是倒位无爽快了哈？妈，失礼。嗯，啊你那样搞会失礼啦？我大厝大院，阿公要代替爸去比赛，其实我根本就无把握。万一我若是输啊，爸的面子唔着下了了。真的哦，阿妈唔是有讲过啊？你做的牛奶跳舞，跟你爸爸同款好吃。对啊，大姐。我拄则讲你有得到爸的真传，毋是讲来互伊吓惊的呢。我是讲真的啦。对啊，姐，你唔免惊。虽然万丽的祖厝无啥物星星加持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伊的厨艺绝对袂输予伊代。你若有啥物料理的问题，就甲伊问啊。而且，阮绝对会挺你到底。大姐，冲就对啊啦，阮拢伫后壁支持你。既然拢来病院啊，应该去找一个挂小军。这丽卡明明是阮输啊，搁咧死阿昂的嘴皮。嘛好啦，到时伫遮伫节目中，当所有观众的面头前，一刀毙命。钟云丽，钟云丽，你是啥物啊？哦，无啦，即摆已经无代志啊。你让先回去公司啊！我想要去找阮妈，问伊为虾米要摕惠民医院的名声替万代娘来跳舞挂保证。伊安尼做，根本就是你我的下骹。即个代志已经发生啊，你找有啥物路用？即个上重要是两天以后的比赛，你莫叫死，你根本即个倒来，我李静柔带你都无要无紧。你毋通袂记的，人咧讲。骄兵必败一句话，我并无安尼想啊。无上好，你嘛知影，主厨战场这这波情况，这对咱义代来讲是真好的宣传。尤其万代因家己要找评审，你伫遐说你搁出后步，这个道理应该无需要我甲你讲吧？我知影，我会甲这一切处理好势，才算给你放心。安怎？要等于义代处理公司，怪是找你妈报过信。我送你这个手表啊，都是要甲你提醒，爱有时间的观念，做代志爱有效率。好，我先去办。